且这个拜五我会带红毛人来，叫老板做炖鸡肉菜汤啊。星期五我会带四个红毛人来，我教会的哈。啊，然后我会来这边再另外 order， 但是我这个要先弄先。星期五12点。啊，午餐那下，然后菜我会再拿来，那像我每次那样哈。这个要切一，你叫他帮帮我切一又的还是怎样？不懂啦，拿来炒虾，这个炒虾米啊，炒虾米。哎，炒，讲错了，炒虾。这个虾米啊，随便啦，随便怎样炒了，反正我吃就是了。炒蒜米啊，炒蒜米，总之有两道是有虾。这个我妈才剩一把阿浪阿浪，你这两个我觉得可以掺了，管它，不要做麻烦啊。这个你帮我，我要切小小的，细细的比较好吃，和大辣条梗死我。我今天菜哎，我好像还没有叫到了啊，蒜天排骨王大的。拿我妈的菜来煮，因为要交代给星期五他们，有这些红毛人的朋友来，他们很想要吃菜，然后要试他的手这边的口味。我这边很想吃这个黄瓜，又不想全部吃一两样，我要全部吃不一样啊！等一下十点点呢，这是我最爱的酸甜排骨啊，每天来我都要吃，这很大盘一下子，它非常好吃一下。啊，不客气了，我先吞了，我肚子很饿。等下可能打包一点拿去中心，因为晚餐没有时间吃。黄瓜，他没有跟我去皮，就是我要去皮的炒虾吧。这是我家的，我要想办法吃完了，我就会完蛋了，饿了。还叫我妈朋友过来。帝王苗，这才只有100，但是没有想到哦，我叫他加韭菜，因为是韭菜。哎，没有，这是韭菜，没有，不是帝王苗，我弄错了。来炒虾，因为它就是这样长长大辣条，其实我喜欢脆脆的，小小的。早上还有炒出来差不多就有个黄瓜，然后韭菜可以变很多。是我妈的朋友，然后这个是芥蓝，那有一个芥蓝，所以我是很狂吃菜的，每次都看到我吃菜都是吃这样多。哎，这蛮大盘的，你看，比起我的脸的形状。这个 Alice 呢？好了，这菜。Use English to introduce those veg again while waiting for my mom. This is a Chinese chives. It's supposed to be finely chopped, but this one is slightly lengthy. I cook it with fresh prawns. It's really good. That one is cucumber. I got about 5 cucumbers for my mom. 4 to 5 cucumbers for my mom.Cook it with prawns as well as Thailand. To cook it with garlic and some spare ribs as well. These spare ribs are they're actually boneless. It doesn't have any bones, and they cook it with sweet and sour. It's kind of delicious. I'm waiting for my mom to come and have food.